8月2日，杨超越出席活动发布会，她身穿黑色降落伞裙，化身神秘暗夜精灵，大胆突破甜美风格，独特裙摆凸显美腿的同时又有气场加持，甜飒兼备。这样带点神秘感的酷狗你爱了吗？有网友评论，风格百变不被定义，可以甜美可爱，也可以典雅酷飒。然后超越应该是三超的元老了，这次有什么样想看到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吗？我觉得我想看到就是更多的不一样的感情观的嘉宾嘛，对，因为我想让他们学习一下。